小礼物，谢谢。这个绝活还那个满意吗？哈，你们见过吗？一字马下楼梯，哈，这劈的我的那个腿都不是我的腿了，腿都不头那个腿快变成不是我的腿了，是你们的腿了。谢谢谢谢。啊，你也会啊？那你来吧，你来吧。我们来选一下音乐啊。第一个神曲我们已经跳过了，第二个是 Good Night Kiss， 第三个是 Watch Me War， 我觉得第二个比较好看，谢谢。咱们来那个选二吧，好吧，这个 Good Night Kiss 比较好看，我觉得二和三，二和三选一下啊，不要在意细节了，反就反了，我懒得转过来了，二和三选一下，大家都 call 呢，咱们就跳二吧，明智的选择。
然后我们再转一个方向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大家。然后希望大家喜欢我的都点一下我的关注，还有那个星星打卡都点一下吧，多多支持一下。你看我今天给你们秀绝活，真的第一次，这叫什么了？叫处女座，对，处女座首秀。因为我也没不知道会不会跳得好呢，我就这样劈下来。当时我挺担心我自己腿人家劈断的。谢谢谢谢。对，事事都才知道嘛，凡事都试一下。然后经过这一次，我觉得没问题，咱们下次可以挑战更加高难度的。好了，咱们来跳舞了，谢谢你们。It's not
好了呀，谢谢，谢谢大家的那个小六，谢谢我古巴哥哥，谢谢，啊，谢谢大家支持，还有玫瑰花的星星啊，谢谢你们，啊，好累啊，啊，谢谢，啊，大爷呢？大爷也不是在家边吧？感谢，谢谢我古巴哥哥，还谢谢大家关注啊，咱们再打一波广告，喜欢看舞蹈就来993全网最专业又有颜值的舞蹈频道，欢迎大家。让咱们把左上方五星午休嗨翻天的预约给预约一下，还有 YY 好舞蹈那个总决赛的预约预约一下哈，还有麦序上面的主播都点一下关注，都是那个非常棒的舞蹈，身材非常棒的，跳舞非常好看的主播都可以点一下关注，都支持一下，谢谢大家的礼物，谢谢。然后下个麦序就没有我啦，跳完最后一个舞蹈我就要回自己直播间了，我也爱你们，爱你们。真的好热，你看到没有？谢谢，感谢我古巴哥哥，谢谢你。哎呀，你看我满头大汗，这汗都假的，我的脖子上面全都是。谢谢，还没有时间了，咱们还有一点点时间要跳最后一个舞蹈了。这里我们这里风景挺好的呀，到那个傍晚的时候，大家很多人都来这里遛狗呀，还有那个跑步呀，锻炼健身呀。因为我们柳州最出名的就是这个了。你看这只狗狗好可爱，你们看这个黑狗好漂亮，我真的喜欢这种大狗狗，我也想养一个，真的很棒。再跳一个，马上就跳了，没有时间了，我们再跳最后一个舞蹈。我的直播间是多少？点我关注就好了。手机用户点击这里，然后电脑用户点击下方的直播时通知我，打一下勾勾。好了，再给你们跳最后一个舞蹈，谢谢大鱼，谢谢你们关注，大家一定要点关注呀，点关注，要不然待会儿找不到我了。谢谢你们，咱们来再跳最后一个舞蹈，感谢。Only, only, only.